好，小朋友，这个是我们的候车亭，我们从这边进来了，我们要跟着地上的这一些箭头哈，跟着这一些箭头，然后我们直接走到去一阶板，我们直接走到去一阶板。好，那么我们的路线呢，就是这样子直直的走，一直往前走的时候呢，你不能够去触碰你的朋友，看到你的朋友那一些，你要跟他保持距离哦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文化走廊，还记得这一个文化走廊的角落吗？好，来，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往我们以前的一阶班继续走。好，你们会看到地上呢有一些黄色的线，这些黄色的线条呢是让你们区分一边是往里面走的，有一些是往外面走的。好，跟着箭头直直的走。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一阶班的课室，这是以前一阶班的课室，但是同学们先不要进去哦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当你们在往前走的时候呢，不需要害怕哦，遇到不会的、不懂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请教周围的老师，让他们帮忙你。现在呢，我们要上楼梯，楼梯也是有分箭头，我们跟着箭头上楼梯。来，我们来上楼梯，啊，走这边，来，跟着箭头往前走。那么经过这里的时候呢，你们要很小心哦，小心不要让你的书包啊，或者是挤推的时候啊，撞到这一些铁片哈。注意铁柱，不要碰到铁柱哦。往前走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就是 Block 一，一年级的课室就在这里。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是 1A 的课室，第一间。可是呢，一阶同学先不要进去哦，这是一 A 的课室。这里呢，第二间是一 B 的课室。那么一 B 的同学呢，你们课室在这里。那么开学的时候你们就进去一 B。那么跟着呢是第三间，第三间是一 C 的课室，那么一 C 的同学呢，开学你们的课室就在这里。那么接下去呢，我们要进课室了，去寻找另外几班的课室。这里有楼梯，我们从楼梯口上，那么你们可以看地上有脚印，我们跟着方向走上楼梯。来到这里，这是第，看到吗？这里呢，你可以看第一间课室是一 D， 来，注意看这里，一 D 的课室在这里。来，我们走进去，这里是 In， 从这里进 ，OK。然后呢，同学们注意一下哦，每个桌子呢都有粘上你们自己的姓名，所以你们根据桌子的姓名寻找你们的座位。然后根据
走下来，跟着走，然后从课室第二个门出就是 out。从这里进 ，OK， 从这里进，然后呢，也是有方向的，从这里寻找你的座位，然后同学们可以从课室的后门 out， 每一间课室都有的，一个是进口，一个是出口，同学们要认清标志，不要走错方向哦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到了另外一间，然后我再看这里 ，EF 班。那如果你是 EF 的同学呢，记得开学不要找错课室哦。来，看看进来这里啊，这里有印，我们从这里进。哦，还有一个，在门口有贴了你们的名字，所以呢，你们可以寻找。你的名字是不是在这一班，然后检查了你就可以进课室啦。然后记得桌子上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名字啊，然后就根据名字寻找你的座位。同学记得开学先来这里哦，然后同样的门，课室的门已经贴了名字，所以你们进门课室门的时候检查一下你是不是在这一班。这里是 in， 看到吗？啊，I am in， 从这里进，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什么班 ，EH 班 ，EH 班的同学就进来这里，来，我们走往前进。那同学们，当上课的时候，你要上厕所怎么办？路线怎么走呢？来，老师带你们去。来，我们从课室的出口出。从这里出，哦，看到吗？哦，从这里出，然后往前走，那边有一个箭头的，我们从这里走。哎，上下楼梯要小心，不要跑，不要跳，要注意安全。我们一直往下走，跟着箭头走。OK， 这里一个箭头指向哪里呢？这边看到吗 ？OK， 你可以看一下四周围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要去厕所的方向。来，往前走。哇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厕所了，看到吗？啊，我们要站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，不要和同学靠得太近。来，我们往前走。这里是你们常来的啦，女生厕所。OK， 啊，你们上厕所之前，记得这里一个锁匙圈，你们记得先拿一个，拿了之后呢，带进去。哦，带来，同学们跟我进来，带进来锁匙圈呢，不要放口袋，也不要用嘴。用嘴衔着哦，你要看门后面，门的后面有一个扣，你把锁匙圈挂在这里，然后你才上厕所小便呢还是什么的。过后呢，记得洗手，洗了手之后呢，记得把锁匙圈拿下来，然后你才开门出去。这个锁匙圈记得放回来这边，然后不要，然后呢继续看到箭头吗？继续往前走，这里跟着箭头走。
啊，从这里往前走下来，好，看一下四周围，你可以看，但你不可以停下来玩耍哦。OK， 往前走。我们经过了这里，这里是乒乓室。哦，同学们，这里围着了，就表示说同学们不能走进去玩啦。我们不可以越过这条红色的线啊，不要越进去，不可以走进去玩。我们回课室只能继续往前走。来，邓家老师来。还有呢，记得同学们，你们经过的时候呢，记得这里的同学正在上课，不要大声喊叫哦。保持安静，以免影响同学在上课。来，我们经过这里出口，继续跟着路线走。好，看到了，来到这里，地上也一样有的红色箭头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哎，走去哪里？跟着来。好，我们回到了这里啦，又回到了这个楼梯。我们就从楼梯上去。好，终于回到我们的课室了。OK， 好，同学们，你们知道怎么上厕所吧？好了，就是这样了。